右后脚好像不太会出力，对，力量不太够，对，都变到这边。压力不够，三二三。当你发觉快倒下，往后倒下去的时候，你就再给他多一点点。而且他才撑得住，不是坐得越直越好，你要给，你要推出去，要维持着自己的那个反向 hold 着。左脚帮我力量多多一点，力量再力量，左脚就是那个后脚的力量大一点。对啊，我但是你也在飞上去，还是飞上去，感觉如何？你很爽，很爽。康明就是这样，但是康明的速度就是脚会酸，哎呀还好吧。应该我觉得应该累的会是这里，就是好像是这个位在偏。对，你可能肩比较刺激，好像我压不太下。